毕书尽拉出白白的，粉丝报警处理。喂，警察，这边有人在放闪啦！干嘛这样？人家毕现在放送粉丝福利了。哎，朱小姐，你问成这样，你有事吗？야아이스아메리카노하나랑요치킨샌드위치하나주세요毕今天在微风松糕为咖啡店站台。我大概一天要喝两杯以上，其实对，比较怎么讲，比较安心的感觉。自称咖啡控的毕现场学起咖啡拉花。可不小心打出来了，毕整手都是奶，这个画面，是在跟嘉明的味道致敬吗？可，毕刚觉得自己拉的怎么样？拉的第一次嘛，所以拉的不够好。因为我平时很喜欢画画，所以我刚刚其实对这个拉画的部分有一点自信，但是突然自信突然消失。你拉的到处都是，幸好女粉丝不嫌弃，还是喝得很开心。喜欢女生怎么撒娇？用喊的。喜欢怎么撒娇？韩文吗？我觉得我爸就已经很够吧，我觉得。苹果狼来，粉丝表示可恶，又成交了。报道：学民当记者，学民做公益，独家爆料给苹果，请采用照片1000元，影片2000元，就是你指定的慈善机构，你爆料，我捐款。